这个一个人就可以玩的羽毛球，这玩意儿真的是太锻炼身体了，打了一会儿把我累惨了。它的安装很简单，把这个杆子插进这个注水的底座里面就可以了。它这个很细的弹力绳会把打出去的羽毛球弹回来，它的手感力量和真人打没多大差别。最巴适的就是不用捡球，而且这个随便找一个空地就可以玩，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锻炼神器。我玩了半个小时，除了一身大汗，简直是一个人的狂欢。这个一个人就可以玩的羽毛球简直是单身狗神器，它安装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杆子插入注水的底座里就可以了。杆子顶端有一根弹力绳，打出去的羽毛球会被弹力绳拉回来，不用到处捡球，更不用担心羽毛球会飞到屋顶上或树上，随便找一块空地就能玩。孤独指数5颗星，玩半小时出一身汗，减肥效果也打5星。